少年团的成员们自去年开始陆续推出个人专辑，而先前曾传出预计在第三季度所有出道的成员 V， 近日又被爆出将与 New Jeans 的总制作人闵熙珍一同准备专辑引起热议。根据外媒报道，防弹少年团的 V 与制作人闵熙珍正一同筹备专辑。这次 V 的个人专辑风格将会与团体活动时截然不同。由于闵熙珍在粉丝间被称作王牌制作人，因此这次与 V 合作也让粉丝们期待不已，纷纷兴奋表示他们两个的风格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很好奇会是什么风格，感觉会非常新颖呢。